我今天来 Costco 最主要目的，我要买电池跟工具箱，想拿一包骨头，我的 low life 吧。一场公司部分的突袭行动开始。就是爬楼梯真的很累，休息一下。哎呦，我不行了。16岁也有傲笑脸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不要影响人家，人家外面是非常、非常、非常认真的在购物的。你不要影响人家情绪。好喘，为什么？我今天来 Costco 最主要目的，还是除了谢谢我的同仁以外，还有谢谢吃我面的朋友之外呢，当然还是要大力的购物一下，因为本人是非常爱买电池的，还有很多的工具类的东西，本人是非常的热衷。真的不是爱购物顺便卖面的，声音的老沙拌面热销，他惊喜先生大卖场，小总亲自来盯场。好了，沙先生来了。先吃哦，手上的先吃哦。谢谢。小心。阿姨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辛苦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放心。好感动，都觉得自己没做什么，想哭。那我吃一个吗？我可以吃一个吗？好。各位，请你吃啊！老笑拌面，新品上市老笑拌面，一个只要50块。好吃哦！谢谢。突袭行动结束，现在开始办正事。来，先走。我要买电池跟工具箱。哇！你要只是看他？不是，这个很猛。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蛋卷。哇！骨头哎。三里上来。好。骨头哎。等下谁？等去骨头。想拿一包骨头。好，要买吗？走。等一下哦。你怎么依依不舍？哇，太多东西要买了啊！这样子，哎呀，来，我们变装一下再回来。今天任务圆满达成。没有圆满。还没买够，因为我没有买到，我没有买完我要的。OK。我的罗赖吧。还没买到。我的饼干。那突袭算成功了。突袭算成功，对。